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979页，979页第一行看起，如品德宝第37品，品题念老有几句话啊，前品佛说卧苦，这佛众生戒令舍卧啊，前品意思，这一品呢说善因果，摄受众生，劝勉精进，从善止恶，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示现降生在这个地球上2500年前，就是为这桩事情，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他做到了，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如果能够模仿，依教奉献，我们也能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一桩大事办好。这两篇经文都很长，佛说的详细，为我们明显的看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真正是苦口婆心啊，对我们的期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这两个字重要，
不是假的。请看下文，下面是课题啊，根二，若摄受以回免啊，回是教诲，免是勉励啊，就摄受这一方面来讲啊，摄受是佛菩萨摄受一切还在迷而不觉的这一些众生，我们看看佛怎么样教诲，怎么样勉励啊？下面分七小段，第一段彼此修善相教啊，这是讲修善，来做一个比较，修世间善法修出世间善法不一样啊。底下经文第一个小段，夜日百年，我们看经文，汝等光之德本，悟凡道尽，任如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也。两途比较，因果报应差距很大了，说明什么？这个地方难修，难成就，难成就而难成就，这太稀有了，非常可贵。极乐世界太容易了，为什么？那个地方只有善，没有，所以很顺利啊。可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要具备条件，条件是什么？性愿持名，佛讲的这些经教字字句句我们都相信，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努力断恶修善，念佛求生，这才管用啊。请看念老的注解，光之德本者，这一句话古来祖师大德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啊，什么叫光之，什么是德本，据慧书里面所说的，德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一者，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故曰德本。这是一般说法。啊，六度也叫六波罗蜜，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项
是一切功德之本。那么我们修集功德，修什么？就修这六种。啊，这六种第一个是布施，叫我们放下，离开一切贪染，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要真干呢、才有效果 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我们一般人修行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修布施？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为这个，为这个，不能叫一切功德之本呐、啊。这是事法。那佛法呢？佛法不也比这个好？佛法布施，布施是对贪欲说的，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占有。这一些念头，这叫布施。那真的，一切功德之本呢、啊，彻底放下了。啊，布施就是看破放下。前面说的很多。啊，持戒，啊，持戒怎么持法？根本大戒，干净，一切都干净。根本大戒是什么？就佛法来说，是善业道。根本大戒分身口意身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是身的德本啊，口的德本不妄语不粮食不恶口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粮食是挑拨是非言语这四个过四种过失原理了没有了这人口有德口业有德啊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痴那对于世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啊，不愚痴是什么？不迷惑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金刚般若啊，所以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被这些假象欺骗了，心不定，总是牵挂住，牵挂着什么？五欲六尘。那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典上千言万语提醒我，这些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提起来，大家都很熟悉，虽然熟悉没做到啊，没在意呀，没在意就是没放在心上啊。什么原因？对于佛说，虽然说的这么多，总是模棱两可，没有真正透彻明了的。啊，听到佛说欢喜，实际上对佛所说的意思没有参透。听了没有听了，没想到要做，当然你做不到。如果你常常想着要做，就会做到。课题里头，跟我们说的，修善。啊，经文里面讲的五凡道尽，尽就是戒，佛给我们讲的，为什么不能犯？犯道啊，犯这个道戒，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五戒十善。违背五戒十善，不是佛弟子。啊，如果自称佛弟子，那是冒充，不是真的。真正的佛弟子，最低限度要把三规五戒做到，这是什么？入门啊。啊，三规，规是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
从世间法里头回头，一除世间的三宝，第一个依佛，佛不在了，佛传下来这些经典在世间，我们依照这个世间传说的这些经典就没错啊，经典是我们的皈依处，经典很多，显示的法门很多，无论从哪一个法门进去都能证无上道，入门的门票，入门的资格就是三皈五戒，无论你从哪个门进去，三皈五戒不能违背。那五戒展开就是十善啊，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通常讲的五戒啊。十善呢，除了这个之外，他把口业、不妄语又加了三条：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口就变成四等四条戒了。为什么？人爱说话了，每一天说话最多，所以佛治了四条啊，身跟意都治三条。你看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啊，唯独口业，就是口业最容易犯了，多加一条啊，这个十条要做到啊，你能把这个十条做到，三皈五戒做到，皈佛、皈法、皈僧，佛法僧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为什么？他们把五戒十善都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让社会大众时时刻刻你都能见到，你见到你一定有所感受啊，对他们起尊重的心，对他们起学习的愿望啊，好，他真好，真是好人，我们应当学习。所以叫光知德本啊。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成了问题，今天什么社会了？天下大乱了，周安寺老居士有所对联说：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现在人不但不信因果，不信道德，不信伦理，连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现在人怀疑，不相信，不要了。要什么？要西方人。造成中国社会
混乱。今天怎么办？今天不努力，不把传统文化找回来，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断层了，只传到这一代为止，下一代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灭亡了。诸位想想，这多可怕啊！这个可怕，我劝你想，你想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接触过，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啊，欧洲罗素在中国住了一段时期，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他有一部回忆录，很值得我们看看。他对中国文化赞叹，称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能带给世界走向大同。外国人说的，没听说中国人说。为什么？中国人叫不看中国书，看外国书。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怎么办？这要救啊！你看看《无量寿经》经文，看看黄念老的注解，这是什么？最优秀的文化，居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是汇集是错误的，汇集不是佛说的。很可悲的，那我们要不振奋起来，深深感觉到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国家。啊，对不起14亿同胞。也对不起全世界人类。老祖宗留下的是给全人类的。希望每个人一生都能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每个家庭都能够和谐，家和万事兴。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帮助你不断上升。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你做到啊！为什么不要呢？群书之要。翻成了英文，书出版了，我送了一册给马来西亚的前任首相，他看到这个书告诉我，
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止者群入之要。几千年以前的人写的，现在管用。我借着一句话说，几千年之后的人看到还管用啊，这才叫宝啊。属于全人类的，所以应当要把它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读到啊，都有机会能在这一生当中过人幸福快乐，家庭美满和谐，事业顺利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真能做到。今天世界的动乱就如平了，我们得到大乘经典，读到群书之要，那是如宝的宝，我们得到了。得到之后怎么样呢？要广持德本，要培养我们的道德根基啊，道德的根本是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老祖宗绝不麻烦人，简单扼要，让你能够记得，让你不会忘记，让你念念都遵守这个原则，不能违背。这根本大解啊，无论讲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遵守啊，第一句父子有亲，做人要懂得孝顺，父子子孝啊！啊，夫妇有别，过人跟过人不同的任务啊，这是大自然赋给你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男人比女人，不是啊。啊，女人能生小孩，男人能吗？不能啊。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有别，别的是不同的任务。女主内，男主外。啊，男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女主内，内里面最重要的教育下一代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一千天，这一天一千天呢，是扎根教育。啊，扎的什么根？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父母两个人在小孩面前要做出来，表演给孩子看。孩子天天看，看了三年了，根深蒂固。他相信这个更好啊，然后再交给老师，
老师就帮助他成人。啊，叫他读书，读书志在人先，不是为升官，不是为发财，不是为找一份好工作过舒服的日子，不是啊。中国教育是叫人成圣成贤，至少也是君子。啊，所以夫妇要是无别，天下大乱。今天天下就乱了，男女要平等的，男女平等怎么能叫男人生孩子呢？这不是笑话吗？啊，内外都重要，这个家庭才能兴旺。内好外面不好不行，外面好里面不行不好也不行。啊，里面的事情太太主持的，外面的事情先生负责，有必要。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是搞颠倒了，社会秩序就乱了。啊，今天社会都动乱，找他的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非常明显，你去找到乱了。五伦乱啊，子不子，父不父，啊，君臣有义，道义呀，长幼有序，长幼是兄弟。互相尊敬，小的听从大的，朋友有限。你看现在问题多严重，五伦没有了，乱了，五常没有了。这个五常就是我们此地讲的德本，广之德本，德本就五个字，仁，仁者爱人，爱人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为什么？佛菩萨把众生跟自己看成一体，这五个字才有根。如果不知道，一切万事万物是一体，这五个字你就不能理解。啊，你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晓得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来？自性变现，自性是真性，是一啊，万法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一切法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体啊。性是相之体，所有现象因为这有限，它才能变现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圣人知道，禅宗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些人都知道。
条，啊，五常，这五种叫常，常就是不能间断，不能没有，没有就不是人了。称你是个人，因为你有仁义礼智信，有五德。啊，后面再延伸为四维八德，四维智慧。国家领导人怎么样来治理的国家？礼义廉耻，从自己做起，自己把这四个字做出来，给全国人看，全国人都欢喜，全国人都尊重，全国人都叫效仿，国治了，国治天下平，啊，天下太平，大同之治就出现了。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人的德本，也是诸佛如来的德本，也是一切宗教里头所供奉的神明上帝天主德本。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念老在此地这个第二段的意思说得要很好。二者呢，弥陀悬在本愿，本愿是第十八愿，十八愿是信愿持名啊，弥陀悬在本愿，舍成果德之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故曰德本。那么念佛人，念佛人只要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就是广智德本。说得好啊，难得不容易啊，啊，那么德本要配色悟饭道尽念啊，这叫持戒念佛啊，悟饭道尽是持戒，广智德本是念佛啊，这个戒还是三规五戒十善，30年前我在美国，在美国成立不少净宗学会，我给这个净宗学会写了一个书缘起，写了个缘起，里面戒律我提出五条啊，五窟啊，我们净土宗就够了啊。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菩萨六波罗蜜，第五个是普贤十愿，够了。这五科做到了，悟饭即道尽啊，你就做到了。
这是最简单、最有效啊，而且是最极圆满的大法。啊，修行要忍辱精进，慈心转移。啊，是，特别是生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委屈都要能忍，你才能够平安，你的道业才会有成就。如果不能忍，不论是是法佛法，不论是善法是恶法，统统要忍。绝不给人做对立。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希望，就是希望一生心里头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他跟我做冤对，我不跟他做冤对，做得到啊。慈悲心当中就包含了忍辱精进，不能忍辱精进，没有慈悲心，他也不能精进。所以，忍辱精进、慈心转移这两句话，就保证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保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多么重要啊。啊，选择本愿。再加上这六字弘忍，十八愿是纵然犯了无逆十恶极重的罪业，只要能忏悔，后不再造，从此之后二六十中幸运之名，这个罪业能消掉，能往生。你不要怀疑啊，所以这个是六字弘忍，具足万德为中德之本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好啊。如果想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太多了，还可以省略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客气话，南无是敬礼，啊，是恭敬的意思啊。我们念佛求佛戒烟我们往生，客气话可以省掉啊，一句佛号就可以了。这就是中德之本，所以叫德本。知中知就是培养的意思，要真干，要把它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别的事都是小事，可有可无，不放在心上。把这一桩大事放在心上，就有救了。啊，道经
我们看古大德的注解，望西愿为佛道故，至今主为之道心。啊，这个道心叫底下讲的无犯道心，就是不能破戒。啊，道心就是戒律，六度当中的戒律。啊，六度头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是忍辱，第四个是精进，第五个是禅定，最后一个是般若智慧开了，必修的课程啊，布施财拿去做好事，遇到做好事的全心全力成就他，利益众生越多功德越大，培养人才功德尤其不可思议。这个人才培养出来，他一生教化众生积多少功德，你都有份。啊，忍辱是忍波罗蜜，忍度精进是进度，这些望西大师说，斋戒者八斋戒，故曰一日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受戒只受一天，如果第二天孩子再受重受，天天可以受。啊，这是世尊便利于在家同修所开的方便，啊，一日一夜24小时不破斋，最重要不破斋。斋是什么？日中一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在家修行，也都依照比丘的样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身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啊，你能够做到光知德本，无犯道心，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是修定。定在佛号上最好，啊，斋戒清净，一日一夜。时间不长，一日一夜怎么样？这功德怎么样？功德超过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你在无量寿国，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你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修行一天一夜就超过。这话真的吗？你能相信吗？当然有问题，但是佛没有妄语，菩萨没有妄语，佛菩萨所说的决定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这个话是佛勉励我们在这里真干的，在这真干的超过极乐世界，真干一天就超过极乐世界100年。啊，你要是真的干10天闭关修10天吃10天
斋戒，保管斋戒，连续修十天，就等于在极乐世界超过1000年了。一天是100岁呀，十天是1000岁呀。你能说这个世界不好吗？这个世界难在哪？难在难修。你这一天一夜能不能做到？如果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还有欲望，啊，甚至于不如意的事情，还有嗔恚，那就不行了，你的功德就没有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如《宝积经》中文殊师利受记会云，文殊菩萨受记这个大法会里头，佛所说的，若有众生于彼佛土100000岁修诸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坛之心，于诸众生其慈悲心所护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这个功德太大了。这个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啊。文殊啊，宝积经当中文殊师利菩萨受记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你回去要多念几遍，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你决定有成就，诸佛菩萨爱护你，跟你讲这些话。你要是当耳边风，看了听了就过去算了，不再去想它，你什么也没得到，那叫真可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